我老婆，你可以嫁给我吗？你看身上这边都是那个哎、欸，不要这样看别人胸部的。有啊，哦喂，干嘛？干嘛偷看人家胸部啊？他伸舌头啦！他伸舌头啦！深夜总是寂寞，薪水赤字太多。我酒，你有故事吗？欢迎来到图奇家酒店，我是今天妈妈桑鬼妈妈。好、啊，各位，终于，大家应该先看一下我这个服装，今天应该是很到位吧。那当然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一次节目的游戏玩法。还有一个，我们手下有一个好感值，然后那个好感值呢是520分镇定就会触发，只能说如果没有触发，今天这一集白看了。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突击大酒店第一位男来宾，放火！哎、欸，哇、哦，太荣幸了吧，太荣幸了吧啊！我们在这边的话，应该就要哦，有了，有人哦哦哦，还有毛巾，还有毛巾啊！有人站在50分阵列了。哦，哎、欸，50分什么意思？所以我现在开场，我根本还没有搞清楚这是什么，我就准备上。不然你给你选，你想要哪一种死法？我们有这杯很适合你。哎、欸，这是佩口的酒，你有喝过吗？我没有喝过。我要让他早一点。我佩口来要死，我一身无汗。我要选哪一个？我要给他佩口。好了，喝啦，喝啦，喝啦！我觉得今天玩的很开心，谢谢你邀请我一辈子人生第一次来酒店。很棒，谢谢各位懂雷的热情招待。我一喝杯口来要死，我一身无汗。各位董事长，感谢各位啊，感谢各位。等一下会有人来签本票啊？不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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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就是本票进来吧？哦哇，哎，那要不要1000订阅亲亲进来啊？哎，我先套衣服吧，那个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我没有，没有，来，你放轻松，你放轻松，你过来。听说你对求婚很有一套，你好像很常跟别人求婚，是吧？是吗？好了，我们不演吧。你要不要当我老婆？我不要演了嘛，你们就要这样嘛。要不要当我老婆嘛？你可以嫁给我吗？等一下，我想要一点仪式感。对啊，我想要正式一点的，正式一点的感觉。来来，啊，你看着我，你看着我，我看你，你看着我。那你要跟我求婚啊？我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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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的。你等一下，你不是要跟我求婚吗？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我想要体验一下，你就讲吧。好，那我对我平常对其他女实况主讲的，本本，你可以嫁给我吗？哎、欸，等等，讲错，讲错，讲错，我再一次，你可以嫁给我吗？我是谁？鬼妈妈，可以嫁给我吗？你觉得呢，小姐？等等啊，这是我们就是店里面的招牌，对啊，它叫做啊后奖，后奖，嗯，它叫后奖，怎么了吗？你好，你怎么了吗？你？哎、欸，所以你平常在外面都这样跟人家求婚哦、喔？没有没有，那个没有，完全没有。我们刚刚不是求婚到一半吗？没有啊，没有那个、啊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是爱你的，我只爱你一个人。没有，大家在我心中都是一样的，就是我爱每一个人。哎、欸，你本人看起来比照片好看很多哎、欸哦。真的吗？谢谢你。第一次见到本人。第一次见到本人是不是？还蛮开心的。你怎么看起来很紧？他看起来很紧张、啊。不然这样好了，因为我们的后奖是蛮害羞的，可以的话，你可以帮我跟他聊聊天，让他不要那么紧张，促进一下感情嘛。可以可以可以。你跟后奖聊个天话。哎、欸，你怎么这么刚好会来？因为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我朋友本本啊。本本是那个 YouTuber 吗？哎、欸，他们一直说忘本，那忘本的本就是本本的本喽。哦、oh, ，所以本本是你的大老婆。对，他是女朋友，他是女朋友，对吗？本本是我的女朋友，也是我的大老婆，我一辈子最爱她。你这样子，你女朋友看到不会生气吗？因为你刚刚跟人家求婚呢。你刚刚还跟她求婚呢。对啊，她不会生气吗？嗯，你不能这样子啊！你应该要让。你怎么可以对我们的少爷比中指呢？怎么了？放我上，心情突然好像很不好、欸。鬼妈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第一天上班，所以通常是要喂客人，对不对？嗯。哦。我先示范一次。我示范一次吗？示范一次。好啊。啊。平常都会来酒店给别人喂水果。
没有啊，完全没有的，完全没有的。你要喂我吗？啊、我从来没被喂过啊！哦，哦，好痛！哇，我一辈子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葡萄。胸部的、哦，我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有很多问题可以问。这个呢是听说蛮多人都好奇的，你喜欢哪一个？我可不可以敬一杯酒？我们下一题。怎么了？这个题目很难吗？人生没有必要二选一的，我两个都喜欢。可是我有看过你的那个频道，你每次都拿女生来二选一、啊。对啊。放火的老婆二选一，32个老婆里面选出一个，到底谁才是我的真正的老婆？而且我记得赤鬼好像就被 VTuber 给打败了。赤鬼伯伯，对不起，小三老婆。啊、为什么本本也是被什么依婷打败？我比较喜欢依婷。依婷，我爱你，对不起。OK， 下一个。那如果是这两个人，你会选谁？为什么 Kiki 在里面？ Kiki 你在看吗？那个，这个是他们节目组搞的，我没有参与进来。所以你不喜欢 Kiki？ 啊，什么？我喜欢 Kiki 啊。你喜欢 Kiki， 你喜欢 Kiki 什么老师？我怎么知道？我说我喜欢他这个 YouTuber， 然后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放进来。这样选的话，我会选那谁短发比较好看？短发跟他短发谁比较好看？你短发比较好看，这一定选。后讲后讲，你短发。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尊重点。对不起，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很喜欢 YouTuber。所以这个人就是不值一提。那这一位呢？怎么了吗？这好像我初恋。这是你的初恋吗？这个我比较喜欢这个。那你不是说你比较喜欢 VTuber 吗？为什么现在要选？不是说你选？你怎么证明蔡瑞雪不是 VTuber？ 你要怎么证明蔡瑞雪不是 VTuber？ 你现在在凶我吗？没有，那个我觉得就那个不是。你现在就是怕这个人看到你选 VTuber， 他会生气吗？对不起，不是瑞雪啊。他有陪我经历过一段拍片的时光，所以我觉得根据情分来说，瑞雪。那这位呢？哦，这个是小云宝宝嘛？我跟他在实况上互动过，对，只有实况。可是听说你闻过他内裤哎？没有，是我初期开实况的时候我会乱讲话，节目效果。如果要这两个选，对，选瑞雪。对，好意外哦，所以果然初恋还是对。那我们换下一题好了。下一题。好 ，OK。这个图，我跟你讲，这一个人，这一个图啊。这个图上的人是我一辈子从没想过，我居然哦那么喜欢一个人。这个，真的我没想过，就是我这辈子会这么喜欢这一个人。好，我们下一个吧，下一个。来吧。我目前为止应该都蛮简单的。我讲一下我个人情况，就是你知道我的右眼是看不到的，那边那个。不好意思，哥骗人跟我们讲说他好像跟这位求过婚。哎，真的假的？你跟他求过婚？黄依婷，请问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所以你是在有老婆的情况下跟他求婚吗？怎么会这样？ You know, actually that my manager is not that good, so 没有啦，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，是因为厂商要求，那人必须就是在工作的时候你要付出你工作最大的一个敬意，所以我必须要达到这个事情。所以其实我们没有什么机会，就是真的真的认识彼此。对对对对对。所以你就是很无奈，辛苦你了，还这样听厂商的话，很冤枉是不是？对啊。我们下一题吧。那。这一位好像听说他有让你摸过胸是吗？啊？你摸过他的胸部？摸起来舒服吗？当时的情况其实是没有碰到的，因为我手是完全降到这边。那时候其实是这样子的，你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就这样子，你看这样感觉是不是已经要碰到了？我是完全确定我的手是这样子，碰到了，不是我手这样子没碰到，我手机现在拍下，我手机在碰到了，我手机在碰到了，
机就在拍下，没有碰到，完全没有碰到。我们家手什么？我干嘛偷拍人家胸部啊？你根本就是要偷拍人家胸部吧？我们来玩游戏吧。要不要先选完再玩？对对对，还是要选一下啦。哎呀，看还要选一下啦。你怎么了？没有，我对不起，我刚就停在这边换下个节目。可是隔壁桌的客人们很想知道答案呢。对啊，想一下嘛。我觉得这个是我心中的答案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为什么这一边只有头发？什么意思？这个是我心中的答案。我刚刚拿错边了。这个是我心中的答案。哦，你好棒哦！你好棒，你很棒。想玩游戏吧？啊，想玩游戏，我们来玩游戏吧，来玩游戏吧，来玩游戏吧。你们就问我五个问题吧，五到三个。棒，我问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，好。就是除了我跟 Home 讲之外，你现在有喜欢的人吗？有两个人。喜欢一个叫做赤鬼伯伯，一个叫本本。居然、除了赤鬼伯伯跟本本以外，那除了这两个。下个小姐到了，欢迎依婷。没有啦，没有啦。依婷呢？依婷呢？我今天为了依婷我才来到。依婷呢？依婷在哪里？依婷在。喜欢我们了吗？就是。我喝醉了，对不起。嗨。那如果只能带一位出场的话，我都会带哪位？我现实中有一个朋友叫本鬼，你们让我想到了他。如果今天要带的话，我想带本鬼出门。那一客人有问说，不然现在打给本鬼好了。哎，你现在打给他，OK。好，我打给本鬼，我现在打给本鬼。喂，你是本鬼对吧？本鬼，你是本鬼吗？你先不要听放火说，你是本鬼吗？什么是本鬼？本鬼是什么？你们在说什么？没有，不是，这是那个本鬼，你是本鬼。我不知道你们在干嘛，我是朱玉恩。哎，不是朱玉恩，你的绰号是本鬼啊？我们平常不是开那玩笑？两万，三万。三万太少。五万。好吧。哦，我们再来一次哦。本鬼，我最爱你了，对吧？不是。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我怎么知道？我是朱渊啊！你到底是在叫我是谁啊？八万。八万。你给我八万，我还是不是啊？我就不是那个哦。十万。你先答应我。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。我不知道，你反正你说贵，然后你说你喜欢，我喜欢你就好。可是我不喜欢啊。我不是一直都跟你说不要说谎吗？为什么你一直要逼我说谎？你这样子一直欺骗我，就跟你上一次对那个女生一样。哪个女生？不好意思，那个哦，我刚刚打错电话了，本鬼打错人。现在这个 ，Bro， 我们不是说我们去夜店玩，然后 party， 然后你怎么天天去酒店？不是跟你说了，我们上次坐下来，我说放火，你这个有点问题，你在酒店花太多钱，酒店他们也不爱你，然后啊。你现在又去了，你跟我说你不会去了。哎、欸，我是不是打错电话了？喂，你认识我吗？喂，你是放火李玉群不是吗？我只能说很失望。OK， 你自己再想一想吧。我打错电话。下一个环节是什么？下一个环节就是啊。OK， 没关系。OK。好。OK， 好啊，我不重要嘛。他穿那么长，我穿那么短，会不会太夸张啊？对不起。好，谢谢大家光临土耳其大酒店第一集，感谢你们。那个放火场不太喜欢 NTR 的部分，对吧？来吧。他伸舌头啊！嘴唇开始了，他下一步就是伸舌头。没有，我让你体验他没有伸舌头感觉。不要了。完了，我空腹哎、欸。完了。我空腹哎、欸。他进来之后，我在那边。等一下，有没有便当？有没有多的便当？我现在要我吃，我也是没办法。最起码先扒两口，我拜托你。那边有鸡腿。